你好，我是黄管中，我今年57岁，我入行36年，我年龄是大哥，但是我很多事情都不懂，就会永远拿一把吉他，也不过只是个小小的吉他手啊。如果只是个小小的吉他手啊，小小的吉他手啊。最近这几年我都没有发唱片，但是不代表我没有新的作品，只是我的作品没有公开发出来。你可以每天写几首歌，每天写几首歌，如果一年下来你有几百首歌，但是不是说你现在做什么就叫什么给人家去听。我希望用一个不同的黄贯中跟大家见面。那在这个旅程中，您希望遇到什么样的对手？越厉害越好，越一流的高手越好。那些水平不够的，就是你跟他比赛赢也没有用，输了更丢脸，对不对？老子一抬手就过滤到天，看白云青山跟袅袅烈焰，在苦海数万岁回头不敢。选择你喜欢的交通工具，沿着路标进入星球大门，当然你也可以步行。大家好，我叫周岩，然后 rapper 们都叫我盖，我做音乐14年了吧。Let's do。Hello， 我说你好。刚刚开，我看到你开单车，对，好爽啊！这里是奇幻的滚烫星球，星球上所有的女生们热烈欢迎你。这写什么？请选择任意一个来自女生的提问进行解答。完了，这些事都是他妈在做呀。媳妇儿，我对不起你啊！我那有看，什么00后女生不关我的事啊？看，什么90后女生也不关我的事、啊，看了两个不关我的事，直接不看了进去，看到门就把它打开了。哎！哦，你先进去，走，老师，欢迎来到男人的世界，这里是火焰密室。请阅读曾经在这里留下的故事后，规划你在这里未来的故事。老师，你叫我阿盖就好。阿盖你好，我是阿波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请签署你的契约，并依次在火焰杯前亮灯区郑重宣读后，投入火焰杯。哦，那个是火焰杯。我争取每天。练习还要练习吗？练习什么？练习什么？做音乐来看，它已经是我的一个肌肉记忆了。你让我唱歌，让我 rap， 我觉得还是不用去练习，除非要跳舞。因为不停的创作对于我们来讲只是一个基本。每天练习两个会不会多？我一个都不想练习。哦，零零。我争取每天练习0小时。我争取每天练习0小时。我预计我会哭0次。我不会哭的。我预计我会哭 N次。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。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句话是错的。我觉得男生一定要善于表达自己。签约成功。这儿吗？签约成功。我可以往回走吗？老师好，欢迎光临。嗨，你们好。Hello。啊，每一个都握一下啊，多多指教，多多指教。是吉他。哎，我的老婆 ，my wife。这还好啊。Everybody playing a band in China because they know Beyond. Okay, so he's a member of Beyond. Okay, he used to be my hero too. Oh, talk to him later. 我以为你们在看的啊，对，但是进来都是懵的。我完全没理这个部分。可。哎，三二，